去，第三步安装横梁，用长螺丝安装横梁。用扳手拧紧，不用拧得非常紧，固定的横梁不会动，横梁不会动。第四步，安装短螺丝，四个短螺丝，四个角。把手稍微拧紧就可以了。有不平可以调胶角，胶角可以调。先把扣子套进气管里面，再把气管插进减压阀，再把扣子拧紧。一定要把扣子扣紧，也不用扣得非常紧，拧紧了就可以了，不会动就可以了。罩这一边也是一样的，先把扣子套进去，然后插进去。插的时候注意不要一直往一个方向拧，不要一直往一个方向拧，这样左右摇摆，左右摇摆插进去，一直拧怕它里面会跟着转。左右摇进去，然后把扣子扣紧。拧紧就可以了。哦，这个火盖这样子放上去，带字的这一边是朝上的，是这样子放下去的，不要放反了。这样子放反的是会烧坏的，这样子很容易烧坏火盖的。这样子放下去，平时多拿出来清理。